多了一点点，人家估计到你怎么样，除非你抢一点点。就表演的话，没有零零碎碎的东西，一来就来。他敲就踢你的敲，哐，跟你就开始啊。要人哋唔好咁老嘅话咧，就打呢个啦。啲听出嚟咧，个 speed 咧，好 nice 嘅。同样都差唔多。系同样我听到冇，但系个 speed 系好 heavy， 因为个狮子会识听你几时去舞完。Finish。幾時冇？好似你擂鼓呢啲，係你冇識路啊！呢個鏟唔個識路唔夠，去打呢個鏟 keep 唔到你個 feel 啊！要俾人哋，要俾人哋個打鏟個 feel， 要 and then 要 perfect， 你就係唔夠嗰個 perfect。好似擂鼓，你擂鼓，擂鼓一定要鏟得動啊！擂鼓咧 ，free time。好似擂鼓咩？我唔識大聲噶 ，small 嘅啫嘛。What's 擂鼓 ？Bow。Bow。我跟你啊嘛，对，你打我唔打，我可以收，我咪急咧。你打黑鼓兵，我又要系俾你啪打打，俾人知道你系打紧一个喺一个 music 一个鼓啊。咁先你 freedom 噶嘛，唔系你唔好听噶。对，系咪先？但系好似我人仔，我冇同你 perfect 过，冇同你夹过。我睇住你打，呢个自信你经验。不管你什么武高章。D 章什么门派，我都不怕你。你拿东西出来就可以了。Okay. 你本身没有师傅教你们呢，就是通常是黑壳。对。擂鼓普通，什么功夫都一样。你给他的心多大，看你啊，有感觉吗？你看那狮子有感觉吗？吃饭，吃青，青青青青。好吧，啊食个青啦，咁就应该系个青系点做？系嘛？佢啲力佢啊嘛，你冇。你食青噶嘛，踩住个青，青青做烂餐，做烂餐，食唔到啦点啊？撑住个烂餐，撑撑烂餐，撑住，撑住，撑撑住，咁我声又系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你烂餐，撑住。跟你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地方，所有舞狮子的人就看，你懂得加我两下，行啊，有弹就跳过去，没弹就完蛋。没有真正经的学过，你学的，对，真的要学。你高桩是靠个胆子的跳上去，跳下来。所以你们通常在南加州什么地方，就美国的事情一样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没有特别别的。
好吗？明白。所以一个鼓啊，很重要。听你打鼓，就知道你的师傅是谁，什么门派，你有没有功力 ？OK。真的，狮子归狮子，鼓，舞狮子最重要是鼓啊，鼓就是灵魂，狮子的盔甲，锣，鼓，茶。不是古锣茶，锣打出来不一样。嗱，呢个锣好贵嘅，呢个锣，边个锣玩咧系好听嘅。啊，不如你哋打锣咁样，唔怕打嘅擂鼓啦。啊，唱，你们要学上下。你本身现在你们只学的是写什么东西？打锣也是一样，用麦锣，锣一点的，按着后面打，不一样，七，要打偏，打中间。这个比较响啊，锣比较响啊。鼓呢，斋鼓，只要打鼓呢，蛮好听。锣鼓都可以。茶不能单茶。不能单茶 ，OK。没有声音，没有鼓锣，没有打茶 ，OK。这是不好规矩。武术在，武术的人，学武的人，真正传统功夫的人，没有可能就打一个叉叉叉叉，这死人，死人这个人。就去打这个，没声音的，他没有感觉，好像洗了，菜那么那么胖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也挺要配合，三配合，一个茶都没关系，不是两个茶，一个茶都没关系，但是一定是鼓，得要有鼓跟锣，系啦，锣鼓茶，对 ，OK， 明白。现在以后学这东西，教人家也学很清楚。第二是你真正去教人家，有机会教人家，那你懂吗？你不是不懂啊，你懂的话你应该有那个考试，这个 test， 你多一点知识在里面，对吧？所以以后你拿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，什么门派，哎，罗姐帮帮忙，好，马上来，他罗姐一来啊，你怎么打？不管你怎么打，所以你前面开那个东西要开得很清楚，所以打鼓平鼓不响的。敲一下两下一次啊！啊，如果一定有一点东西，哎，不动。可以停了吗？